员发言。谢谢主席，大家好。本院委员何新存等14人，针对台中缺乏大型活动展览场馆，致使如自动化工业展、精密机械展、工具机展等大型展览活动多举办于台北或台南，为台中彰化向来为机械产业之重镇，每逢会展期间呢，中部厂商需大费周章载运机具到外县市参展，数位不便，更不利于区域产业的均衡发展。原此建请经济部规划台中大型会展空间，并促成中部具群聚效应之产业相关展览于台中举行，是否有当？请公决案。